小康来念，你来表演，这整篇文章，然后你要看你是不是这种这样演出，好不好？天使来了，夹带清新且白强烈的白光，让我无法忽视他的耀眼存在。宁静安详的，为我扭开禁锢却腐蚀的锁。他站在牢笼牢外，默默地等待我自己愿意走出来，愿意又怪怪的不想走了，又愿意了又怪怪的，又愿意怪怨怪。这个后面是你家，这个后面是不是这种境界？你觉得是不是这种境界？这里面每一句我部落格里面的话都是真实的，没有这么做作。娃娃今年几岁？今年22岁。22岁，三维告诉我们一下好不好？3224 3234 3224 3234。娃娃其实他也有他一个很厉害的事迹，给大家报告一下啊。每隔一段时间，就有人在留言板上留言要包养，价码最高200000一个月哦。OK 啦，那个你输了，小玉输了，20万一个月。那娃娃你有没有答应啊？没有，没有，完全不考虑。所以30万的话就有考虑了嘛？100，不考虑。600，不为了金钱就对。OK， 好，来，我们先看看他的庐山真面目。叮当，他有。小姐，你有桃花眼哦。啊。你有这种感？哦呦，不是，我没有看过人家眼睫毛上面还有镶钻石。哎呦，哎，你听不听？长钻石哦！哇，你看，那是真钻吧？好厉害哦！假的，好酷！只要让它更亮，对不对？对。你什么时候开始玩部落格的？大概2年多前。两年多前。嗯。人气指数是多少？80万。你现在应该80万。对。浏览过你的。对。那你输给他了。他100以上，但你赢他很多，我20000多。我们来看看他网络上面的东西。网络人气美少女娃娃的部落格所走的路线，就跟他名字一样梦幻可爱。一走可爱路线的他，在网络上也放了许多吸引人的梦幻照片。他的网址上也写了许多高深莫测的心情随笔哟，可是吸引不少人的浏览。已经经营部落格3年的他，人气也高达80万人哦。听说你有个外号叫遐想洋娃娃，为什么？这是我自己取的昵称。啊，自己取的？自己取的？怎么会取这个名字呢？对呀，遐想洋娃娃。你认为自己会给人家一种遐想吗？是希望自己带给别人感觉是可爱跟性感。可爱跟性感，可是问题是你的网志文章又偏偏这个抬头又很怪，叫沦陷了。今天呢，我们就请到那个屈东恒先生，现在目前部落格20000多人了，他配吗？可以问念你的文章吗？可以。你光用念的不够，那要怎么样？小康来念，你来表演。这整篇文章，然后你要看你是不是这种，是不是这样演出，好不好？我选了一座布满腐叶藤蔓的牢笼，将自己锁了进去。肆意灰暗与萧索之际，渐渐再也无法揭开心门了。漫长的等待，我已经接受将会死在自己手里的事实，扳着指头细数还有多少未了的余孽，渐渐的合上了眼。眼天使，然后天使来了，夹带清新且白强烈的白光，让我无法忽视他的耀眼存在，宁静安详的为我扭开禁锢却腐蚀的锁。他站在牢笼牢外，默默地等待我自己愿意走出来。愿意又怪怪的不想走了，又愿意了又怪怪的，又愿意怪
这后面是你家，是不是这种境界？你觉得是不是这种境界？这里面每一句我部落格里面的话都是真实的，没有这么做作。这样有戏剧的效果来展现给大家。对，那你在这个所谓部落格或者网络上面有没有真正交到男友？那个男朋友他是网络帅哥。哦，那时候是刚接触网络交友这一部分。OK， 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是被骗的，被他骗的，对不对？差不多。那几天在一起？一见面就在一起，见面就在一起。哇，你所谓的怎么样界定在一起？来，我们演来，我们来演。一见面就在一起，这样。网络交友本来不认识，对，不认识。然后回头，对对对，不是，我们大家都可能不是，你要背走三步，然后转身。懂。一背，一见面就在一起。对，国光篇开始。我的网友呢？啊，见面在一起。是这样吧？不是，还是很含蓄，就对了。你是演个含蓄，含蓄来，一北开始，含蓄篇啊，含蓄，是不是？那你演一次，你是怎么样形容的？那时候是网络上有聊一段时间，然后对彼此都很有感觉，然后。觉得说可能还是见面，如果彼此都还有那个感觉在的话，就在一起。这样子，我想请问一下，像你们现在这样的女生哈，这个年纪的女生，要怎么样才算是在一起的男生？男性有承诺，有承诺，怎么样的承诺呢？演一遍，来承诺，承诺，有承诺，人呢？先来个小承诺，浅承诺，开始。啊。是什么？我要跟你在一起。我也要。我跟你在一起30天，你呢？我跟你在一起40天够了。这样算吗 ？OK。就是说表明要跟对方在一起，这叫承诺。就是很明白的说要认真交往看看，这样子。我喜欢你。哦。那当天就是在一起那天有？没有。有牵手。放这么多照片在部落格上面啊，那会不会被乱用啊？或者盗用？会，曾经有过。哦，拿去干嘛呢？槟榔摊的包装。有曾经被拿去做那个小说的封面。小说太恶劣了吧？那已经有，差点讲雕像权。肖像权的，结果你也没追这件事情了。不太懂这方面。不过会做这种事情的出版社，我想他们也，你也没办法找到他们，对他们也没皮条，可能。对啊。你最满意自己照相的 pose 是什么？来，我帮你拿这个好了，一杯七，开始。卡哇伊。哦，卡哇伊，还不错哎，会摆成这样，不错哎。你看我都摆不出来。有没有第二种？性感一点。性感一点。性感一点。预备，七。哎，我现在才发现你穿网袜哎 ！Oh my god！ 网袜的话就要坐着摆一个性感姿势来。一百，一百，七，哦，会厉害哦，厉害，果然是有80万人次的这些实力，都是自己觉得很自信，然后。不自觉摆出来的，还是有参考某一些那个资料。会看一些杂志。哦，还是会参考资料就对了。天然的就对了。来，这是他的，其实好像你看，小日本女生哈，哇 ，pink 啊，我看一下很认真的。男生可能都以为我很多人追，所以都没有人追。真的假的？那你会因为受了这两次伤以后，对爱情就有一点悲观的想法吗？不会，千万不要，勇往直前的，下一个会更棒。好的，好不好？不要太早结婚。对，跟康哥一样，坚持到底。对呀，女孩子不用啊。